林心如越来越敢穿了，穿的衣服酷似大妈睡衣，有颜就是任性。近日，林心如参加某活动时穿着令人深不可测，网友都说这身材好就是任性啊，什么都敢穿。我们就看看他穿的是什么吧。这个穿的怎么感觉有点像睡衣呢？而且是那种雍容华贵的 style。 林心如，你确定你要这么任性？感觉林心如是那种邻家女孩的气质，不太适合穿颜色太暗的衣服，会显得整个人很老气，没有精气神，稍微有点大妈风。但心如笑起来还是蛮有感染力的，笑容很甜，怪不得霍建华会喜欢她呢，不愧是高手，哈哈。你们觉得林心如的这件睡衣怎么样呢？喜欢她吗？